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温燕，美国之音16日报道，称美国情报界多个消息源证实，中央情报局 CIA 提供给在中国的间谍及其上线使用的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联络通信系统，一遭中国国安部门破解，导致至少30名美国间谍被准确的铲除。去年美国纽约时报最先报道称，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的两年内，中国当局在美方还没有反应过来前，快速地破解了美国在华的间谍网，而美国情报界经过多年调查也无法确认具体原因。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5日说，此案被认为是中情局数十年来的最大败笔。八年后的今天回溯发现，用于联络各线人的拙劣的通信系统是罪魁祸首。该杂志援引现任及前任中情局官员透露的消息称，该通信系统最初用于中东地区的谍报活动，被认为安全可靠，不可破解，于是被转用于中国。这个系统让在中国的间谍及其上线可以通过电脑和网络联系，摒弃了一些更传统的秘密方式，加密的用后消失的系统过去用于发展新间谍，以防对方是双面间谍。且本应与中情局的主要通信系统分开，但中情局不知道的是，一个技术错误使该系统连上了中情局所有可接触机密人员使用的主要通信系统。美国之音称，美方显然低估了中国的能力，中国相关部门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破解这套系统，目前仍不清楚中方是如何最终辨认出这些美国间谍的，但结果令美国官员震惊。对于报道中所涉内容，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都拒绝发表评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未回复置评请求。